我会发错。你好，我是老吴。今天呢，怎么说都是新春期间呢，是不是？我们呢，就一定就是不能爆粗。可是呢，我们一定要破关，这就是难的地方了。不要啦！以为我死了哦，他忘记今天是过年期间吗？死是生是什么东西？哦，结冰，哎，一水则发啊，一水则发，哇，看到吗？要走去哪里？现在我哪里可以发热了？马桶可以发热了是吗？哪里可以发热的？等一下看一下指尖，有浴水，有那个热水，没有东西可以发热的。啊，那边那边那台看到了，我还没有讲完。OK， 你不要一水折发，不要。哎呀，啊，换啦、啊！我去，红啊，红啊，换啦、啊！哦，那边还有那个烫吹风机。可是问题是我怎么过去？这里还要绕过这个马桶。不用紧，不用紧，不用紧，不用紧。马桶这种事情，黄金知道吗？黄金，各位发财！哇，没事，看到吗？慢慢的，我们贴近了黄金。慢慢的，我们贴近了黄金。不要管，我天，他把我夹住了。走，你出来。哇，可以啊，幸好哦，幸好拜神哦，老汤，拜财神爷哦。好，我以为夹到我，喂，上来，过去那边，我叫你过去那边，不是接住那个洗发精，知道你要发大财，可是问题是那个是洗发精，不是发大财，懂吗？哦，快点，你不要躺住，我知道新年拿红包很辛苦，我知道你新年做菜很辛苦，啊，不得洗，你要过去先，过完去拿完红包再回来 ，OK？ 啊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哇，已经有你，现在烤架啦！快点啦、啊，赶着去拿红包啊！你快点可以吗？啊，走开那仙人掌，不要挡住我发财，不要挡住我发财！你相信我同发顺给你吗？起来，烧另外一边，那边烤焦了，可怜那边烤焦了，红了，红了，发达了，发达了，红了，红了150了，出来懂吗？那看到吗 ？You see that？ 哈、啊，哎，不错，我第一次拿 D 哦。第一次拿的应该是新年的旺气来了，旺气知道吧？我们接着下去好吗？接着下去，这关是什么？仓库，仓库一开始是怎么？一开始在垃圾桶是怎么样？啊？一开始在垃圾桶是怎么样？起来，不要小心，起来先。为什么一开始他就夹在那边不能动了？呜呜，起来了，看到吗？起来吧，早睡早起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这个是什么一回事？这个为什么自动会转的？这个上面会打热吗？哪里可以发出热量呢？洗衣机，洗衣机有热量吗？这里好像可以转的嘞，可以烘干的吗？那边也是有哇，很多东西哦。外面升官发财是上去的，听到吗？升官发财，发财哦，发！椅子是怎么一回事？哈喽，开学了吗？开学的事吗？还是要开麻将了？要开台吗？开台是吗？等下休息一下子先。OK， go， 上。椅子不要开台，还没有开哦，不够人手，四缺一，懂吗？四缺一，过去。我去啊，看到吗？啊，只要功夫深，面包也会磨成针。起来，没有面包，哎，有面包没有针。有面包没有针？在讲什么？起来，上来，上来，步步高升。哎，看到吗？见红了，见红啦、啊！冰箱打开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应该打得开了。哇哇哇哇！灵异事件发生了。过去有一点困难，可是呢，你不是，你怎么知道财神爷不会来你家呢？哦，不要夹住我先。你夹住我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啊，憨嘎富贵，憨嘎富贵，起来，我没有力了，没有力了，我不要玩这种东西。你贴住地上是怎么样？富贵荣华。
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失误。中秋节快乐！OK， 某喜某喜，有一点卡到音，有一点卡到音，可是不会阻挡我的财路的，击打吗？不要，这样，跌，上 ，OK， go up， 上，不要，不要这样子，上气，哦，人山人海，人山人海是祝贺语吗？随便的，就很多人的意思，被你拯救了，牛力了，哇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你掉下来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别这样，等，也许还有明天，也许还有明天，招财进宝，上来，灭火器，你捡丢了啦，灭火器，你应该是去那边的，没关系，看到吗？他以为他这样住可以。阻止我拿一颗，阻止我这个拿红包的心吗？绑腿，天路绑腿，切！夹住，开眼广进，又第几次了？我讲，你不要等我吗，财神爷？等我了，财神爷，等着去哪里？你没有红包，你给人家红包的啦。哎呦，这样紧张啊他！喂，不要这样子丢！喂，这个墙壁给贴的是吗？这个墙壁给贴的是吗？你卡称早一点讲啊！哎呦，给贴的早讲啊！我走了半死这条路。Hello， 你不要卡在那边先。过年过节不要卡在这里了。过年过节你知道吗 ？Hello， 给一点面子。你先啦。不要扣我的命先，财神爷，你不要，你是不是压太岁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把我压在这里是怎么会起来了？财神爷，发呆猪，又要贴着这个红红的东西啊，应该是花红了，花红，不要放弃我先，花红，上来，花红，你卡住我，你不要挡住我的财路啦，花红，不要踏掉林北的财路，不能起来，躺在里面了，惨了，红，不要这样折磨我。我要去拿红包，你是要跟我去拿吗？你不要拉我啦，你做什么把我拉成这样？我的脸啊，喂，不要拉了啦，可以了，不要再跟着我了，我要去拿红包，给我出去啦！你这是什么？接住我，不给我出去拿红包？你不敢去试吗？拜年而已啊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拿一把刀出去就可以了啦。我知道过年躲在家是不好的，我知道过年就是要出去看看亲戚的啊。问题是嘞，人家门都不开，我很抓出去嘞。Hello， 卡在里面了，不能出来，看到吗？财神爷关注我了，我今天发大达了，拿起来了，出来了，看到吗？这个叫做纸是包不住火的，还有包不住面包的，没有纸啊，这里。管他了，是椅子啦，啊，椅子，你玩什么了？椅子，对不起，妈，糊里糊涂，我知道还要回娘家了的，他又要回娘家了，不要回娘家，过年过节回，等一下先 ，OK， 你要吵架可以，过完年才好 ，OK， 过年过节不要回娘家先，不是，我是说呢。回娘家可以，不是吵架的回娘家，知道吗？回娘家是讨红包。等一下，给我讲完先。又是这个鬼地方，我又来了。这个鬼地方没有红包了，我来做什么了？我来做什么了？跟朋友来这边打麻将是吗？然后，发财很难的，你知道吗？发财很难的，你知道吗？发财。猴子猴孙，谈了，他玩我的镜头，我卡在这里可以休息耶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叫做休息站，
过年的休息站，看到吗？买塔吊，杰米，杰米，杰米，不要挡住林北的财路了，我卡住了，我现在杰米了 ，excuse me， 唔好阻止，唔好阻止。怎样？点解呀？点解？给我自己拿红包啦！求你啦！Hello， 一个新的拍照拍起来啦，不上 Facebook 啦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个卡到音，卡到音的东西，接起来，你出来啦！你是变成不动产了是吗？不动产了是什么？出来啦 ！Hello， 喂，几点了？关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又拍起来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谁家？这个拍照的这个按钮是这里的啊 ？Justin Bieber 家的是吗 ？Three weeks later， 怎样啦？是怎样？你要我卡在这里卡到什么时候？不三不四，进去里面，进去里面。喂，为什么会有一个洞的？破财消灾，破财消。我明明不是进去的吗？刚才有看错吗？哇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我知道我要开花了，我知道我要开花了。休息一下子先，这个白白的是什么来的？汤圆吗？怎么过去呢？这里，呜呼！妈，妈，林老师，身体健康。我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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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。这什么？你做什么事情 ？Hello， 为什么你走了？为什么你走了？走了，看到吗？新年快乐！哇，这转，要完了，这要完了，罢了。一直要转，他一直要转，他以为他是周杰伦，还有周杰伦。哎呦哎呦，不错哦。周杰伦呐、啊，周杰伦。Man A 赛哦，别赛啦，别赛你。关你，天条卡到音了，你关你，哎呀，快点哦，吃月饼了喽，卡到来，卡到来，吃月饼了喽。